好的，根据灵动的九零后沈月池又有了清甜乖巧的断感气质和灵动的表演风格，王一博大家也是非常熟悉，有着与生俱来的舞蹈天赋和综艺感，曾经参与我们电影《梦想合伙人》《任务吧青春》《大话西游三》。来，两位请中间。来，两位这边，中间。来，演员看一下中间，两位请中间。谁要漂亮？好的，再次感谢二位，我们主会场见。希望今年会的作品要带给大家，谢谢。谁要加油？好，接下来走上我们红毯的是青年导演大鹏。